辉达市值重夺全球第一名，台积电及 AI 股也跟着发狂，台股涨势一发不可收拾。今日早盘指数飙涨逾400点，加权指数不断更新，至10点半过后，指数创高冲上23180点，大涨423点。台积电也一路创高至971元，市值冲过25兆元，达到25.18兆元。在台积电股价攻高再攻高之下，台股指数也登高至23180点，市场以台股昨日市值已达71.48兆元来推估，今天渴望挑战74兆元，加计上柜向7兆元靠拢，合计台股市值不但超过80兆元，甚至盘中也向81兆元扣关。大型权值股今天涨翻天，包括广达股价大涨逾9%，微影及台达电都各飙涨约8%及6%。联发科、鸿海及日月光、投控等也齐涨4%以上，伟创、台积电、世芯各强涨2%至3%以上。